小朋友抓鬼速度来。我先来看一下，我先来看一下这区的话，人就是这个，就这区的话，人多不多？就你别管，我先来看这个区的话，人就是人口各方面的话，人多不多？对吧？才能点评老板这个号值不值钱。那你人少的区的话，那也说句心里的话的话也没用，好吧？你别走，我给你50000，好吧？跟他说一下啊。今天的话直接，献爱心，别走，好吧 ？OK，OK， 给这个兄弟的话也献50000，献爱心。一人的话不能多给，好吧？一人给50000，散车给50000，献爱心，就是献爱心，走不了，兄弟，好吧？对吧？别走，献爱心。没人了吗？来了。OK，Q1，速度。OK， 一人给50000，对吧？这老板的话，兄弟们，这老板的话，直接双倍一领，你别管。看看老板的威力，看看老板这神龙零号的威力，兄弟们。今天的皇城门依然人满为患。50000的话，死完抚恤金，兄弟们，一人给50000，死完补贴，没毛病吧？不亏吧？兄弟们，你们说亏不亏？一人50000，死完抚恤金，你就说亏不亏？不亏吧？一人50000，死完补贴，有补贴吧，哥们？咱们这东西的话有补贴，不白死。我看你这脸小子的话，还能跑啊？顶！你还贴得住，兄弟？你还跑，小老虎，你小老虎你还跑，你地府给你开通 VIP， 你还跑，小老虎，小老虎头你还跑，小老虎头你还跑，大哥在直播间扣个一，我大哥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，大哥在不在？大哥在，大哥这边的话，对吧？这边的话，对吧？兄弟。给你充5块钱点卡，行不行？对吧？刚刚用了你点梦幻币发这个死完抚恤金的话，就兄弟给你充个5块钱点卡，对吧？也没毛病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吧 ？OK， 给你充5块钱点卡，行吧？5块钱点卡，充值完毕，好吧？充值完毕之后呢，这两条消息呢，我就不帮你接了，好吧？这两条消息的话，估计的话也不是什么，就。也说白的话可能也不是什么好消息，就大哥的话，你就是刚刚那50000梦幻币的话是补贴他们的，这5块钱点卡的话是补贴你的，哥号的话就这边的话就兄弟先给你下掉了，好吧？希望的话下次准备好了再来扫号。